Hello, I'm Rainy 袁先生。我自己最注重的保养的步骤其实是卸妆，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跑外面，然后你不晓得那边的环境、空气怎么样，有没有灰尘，所以其实回到家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把脸洗干净，就卸妆，然后洗脸，然后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你清洁的部分做好，那你之后做的保养就不会白费，然后也会在一个清洁的状态之下，然后你上任何的保养品，它也会吸收的比较好。我自己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从大概21、22岁开始，我就保养我的脖子了。然后我其实使用的保养品不一定是专门就是擦脖子的保养品，我有时候会用可能是抗老系列、抗皱系列的，或者是保湿力很强的，或是美白系列的东西，去保养我的脖子。然后最重要就是你在擦保养品的时候，你要连颈部一起，你才会有那个均匀的颜色，就不会有色差。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很。我觉得很有用，然后并且就是你尤其是你从年轻开始做的话，就会有很好效果的一个 TC 呀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TC。这个问题我来回答，真的很抱歉，是因为我天生就有 baby face，所以我怎样都是长得还蛮小的。但是就是长相很小的人，就是当然会更怕，就是如果你的肌肤没有弹性，然后或者是你如果脸上没有光彩，就会变得很奇怪，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长得很成熟的人，但是就变得有一点落差。所以怎么样维持？我觉得。当然，你在擦保养品的时候，自己有时候可以按摩，那就维持它的弹性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觉得用对保养品非常的重要，而且保湿要很足够，然后要够天然。如果你用的保养品它里面添加很多不够天然的东西，其实是会损伤你的皮肤。我其实没有化妆的习惯，但是我。就算不化妆，我还是会擦隔离霜，可能是 BB cream 或者 CC cream。然后我在嘴巴上面呢，我如果不化妆，我还是会擦个护唇膏，或者是有时候想要鲜艳一点，我就会擦唇膏。